年持续落实贪案歼敌的战略，除了新设的北至南五个守备旅实施新式现地教招之外，近期更让陆军部队前进各位数区来展开贪案实弹的射击，强化官兵贪案守备与实境反应的能力。陆军从去年底由驻地桃园的陆军步兵109旅实施在新北林口地区中福海滩来展开地面武器射击。中福海滩位于新北林口发电厂旁边，而且临近桃园国际机场跟竹围渔港，属于我国土防卫响定的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区。那这一次的射击训练属于轻兵器射击训练，强化国防战备能力。